这样往下拧。这边呢？把这个调到什么？调到拖在它中心啊？调到它中心方向。它要保持它是拖着它，而不是这样这样起着它，像这样起，它就能保持即便行了，是吧？对对对。差不多了啊。它这个出库管方向是一致的。必须给它调直了。哦，架子调了，全部能拖到它，是吧？架子高以后会影响它，会影响这边口的。架子的高，架子高了，它把往上拖，这口就往外跑。哦、架子矮了，它就往下。必须要水平。对对对，尽量保持水平。一个就是阻尼太大了，螺丝太紧了，或者就是缺水、缺油了。哦，就松一点。如果太紧了，就松一点。间隙就松一点。切齐，然后调节电机。平常先切死，天天调，你切不死，调的不对。
稍微调一点点吧。这个大概调多少？调一点就行了吧。什么东西？为什么？但是我刚才好像是掉地下来了。是不是放这儿了？切齐应该差不多了。